郑老师还没睡呢，睡不着啊。哎，你坐，你坐，坐坐。哦。哎呀，我来是来通知你，明天一早就可以走了。那就查清楚了，没事儿呗，可以回家了。你误会了，郑老师。我先跟你说一声，你心里好有个底啊。他们现在上面。 研究决定要把你转送到北平去了，去哪儿？北平。上海查不清楚，还要去北平查？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郑老师。要是我的话，我早就把你放了。可这上面的事儿，我是真做不了主。哎呀，这事儿弄的，郑老师，嗯，不过你也早点休息，不用想太多。 站长，那个刘桂恒怎么还没来？不管他了，靠咱们自己也能拿下。一会儿炸了，火车上的人一个不留，全杀了。好，火车上的东西，随便抢。兄弟们吃肉了啊！都在做啥呢？买好了没有？买好了都隐蔽起来。
难道我们真冤枉他了？汇报。嘿，小同志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去北平吗？怎么回去了？张老师，我们公安办案啊，有流程，请您配合就行了。不是，我不理解了这个事儿。说好了去北平，怎么能返回？你这不折腾吗？耍我玩呢？啊！你们领导呢？就那个陆主任，请你过来一下。郑老师，您别喊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对你们可是非常的信任，你们现在骗我玩，对不对？我病成什么样了？我一直配合你们调查吧。郑老师啊，你先冷静。我没办法冷静啊，你得给我一个解释。我现在怀疑啊，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民的公安？哪条法律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人民教师被你们拘禁了这么多天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陈老师，带你走这一趟也是政审的一部分，请你理解。这什么逻辑？劳病伤财，你都坐下。你别别，洗手间。好，我跟你去。这老师还不舒服啊？我舒不舒服不重要，还需要怎么配合您直说。您可以出去了。我能出去了？是。陆主任，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度日如年呐。我刚才在这躺着，我还在想，我说那会儿日本人刁难我们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没那么难熬。是，让郑老师受苦了。就劳动人民吃点苦不怕，我们就怕蒙受不白之冤。严重了，郑老师。您爱人啊，在门口等着您回家呢，我送您出去。不，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就这么出去。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带就出去了。学校老师、学生怎么看我？邻居、我的那些朋友，我怎么交代？你得还我清白呀。你怎么地也给我出具一张证明函，这个证明函上必须要写清楚这几个字啊：经公安部门几天的调查，郑兰亭同志是良民，他不是特务。好。走啊。走。林守白，我可没迟到啊！你还真是踩着点儿进来的啊！准点准分，嘿嘿。我的菜啊，没弄丢啊。祝贺你啊！由于你在抓捕杨辉的过程中表现出色，组织决定正式录用你了。真的，老陆，我被录用了。侦查员还在试用期，要更加注重纪律，不要给二师丢人。是。那我这从今往后工资是不是要翻倍了？没这说法，后悔来得及。什么后悔？这工资是小，饭碗是大吗？林少白同志，这是你的正式警服，请收好。
谢谢。兄，老板派你来和兰亭兄京城合作，怎么样？没拖他后腿吧？哎呀，有没有拖后腿啊？还要兰亭兄说了才作数，对吧？兰亭兄，实话实说，桂恒兄专责电台，从未失误。上海迟迟没有动静，我负全部责任。哎呦，兰亭兄在公安局耽搁了一段时间。老板替你捏了一把汗呐，所以才特意派我来慰问你啊。嗯，非常感谢老板。但是这里事业的开拓，应该说每走一步可谓是荆棘遍地，这一点也要请老板多多理解。老板理解咱们，咱们也应该替老板分忧啊。哎，对对，当然，毕竟所有的名单都给了你，还花了那么多钱。老板目前正在争夺国民革命行动委员会的五把交椅之一。只有你这边做出成绩，老板那边才能有更多的筹码嘛。你请老板放心，我可以这么说，上海的经济很快就会出现全面崩溃。你是想利用银元风潮？嗯，银元风潮只是表象，其本质是要让上海市民不相信人民币，而假币的出现会让这种不信任无限放大。我需要一台印钞机。我记得咱们在撤出上海的时候，我们在中央造币厂就带走了几家印钞机。嗯，但是那个机型很大呀，不好运进来啊。没，事在人为。也对，事在人为。是一帮人。贵呀、啊，哎，辛苦你了，好运。那个，爷，听说你转正了？嗯，走啊，带你吃好吃的去。来了，是买烟的，就是你电话里跟我说那两个人。嗯，跟你多久了？好几天了。跟我走。派你们来的，不说是吧？回警局慢慢说。哎，我说，是金老板，担心大小姐安全，派我们跟着。我爸，千真万确。啊？这是什么？这张照片确实一直在我家相册里放着。我不想为难你们，别再跟着了。哎，还不快走！哦，走，还以为是特务。我爸也太过小心了。最近也确实不太平，那几个得炭疽病的，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。金叔也是怕你再出危险吧？爷爷，那我们现在……现在就去好好宰你一顿。
金某常刚把印钞机和纸张油墨送到了，保密局就把以前印刷技术最好的工人派来，都是熟手，假币很快就能充斥上海。这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位艺术家，林某多人现在算是跟他心意相通了。很快，假钞就会像潮汐一样冲刷上海。喂，好极了，我知道了。殷审来的电话，手勾帮马上就要行动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要在上海的市场上流通起来了。